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新社，非常的山上，但是是大马路边，21号省道，这是21号省道。然后新社这边已经，如果再直直走过去，已经快要到国姓乡了，南投国姓乡，很远的地方，从新社到这边要超过半个小时，从新社市区，很就是山路弯弯延延，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这边？因为我们这边有一大片的农地，农牧用地要卖，就在这边一大片的农牧用地，它除了农地之外，还有建地，建地有85坪，哦，建地有85坪，那从这条路下去，等一下哦，这路山上呢，你确定有建地？有，因为它有老房子，它有老房子，它这个路可能还要再修过，这边已经开始长草了，很久没人住了。这个路是我们的，路权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们就领21号，我们领21号的省道，所以看你要怎么修，都可以，就是安全就好了。就这个老房子。哦，我看到了，老房子是盖在建地上面吗？对，85坪。那这个老房子总共盖几坪？我这个大概20几坪吧，那剩下的那个大约60坪呢？就旁边这个啊，水泥地啊，水泥地这边，长个杂草丛生。这个它现在目前现况是种这个槟榔，整片总共有3800坪左右，3200坪啊。它有电表。对，它有水。因为我刚刚看到电线杆，来各位朋友看这边，这里有电线杆，就是有水有电。看看，你要去哪里？这个，它这个锁起来了。我们从这边看，这边有钥匙。看一下，手拍一拍啊，都是灰。它这边有电，可以看到它电表还在，所以有电，还有在缴钱。另一个房间，好，我看一下屋况，没有渗漏水，因为有啦，这都是水，这都哦，这窗户它都没有关啊，是因为它窗户没关好吗？泼进来的。好。因为我看墙壁没有啊，那个它是重新油漆了，它原来不是这样子，它已经重新油漆，它希望卖相好，所以重新油漆。来看一下这里有那个什么，电冰箱，这不是电冰箱，这叫做什么？我看就忘记。开关箱，开关箱。它这边有一个客厅呐，它也可以采光嘛，然后它有2楼的阁楼。这非常，那是屋啊，那个是以前的旧屋啊。拍一下就好，看一下就好了。旧屋啊，反正一个房间，现在目前还有住人吗？他可能临时有偶尔会来吧，然后这还有一个厨房跟厕所。好，拍一下。灶咖，这个是真正的灶咖。好，可以了，不要这样摸。以前的。就是的灶咖，才不是呢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车库。以前的灶咖是用烧火柴的吗？对啊，它是用木材啊。没有，这是叶子。然后这个就是一个，它是做车库了，可以有一个室内车库。好，也可以当仓库，也可以当仓库，就这样子。那我先看一下灶咖这边的那个屋顶，还蛮新的。对，还有换过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刚够的。好哦，如果你们想要再装潢，重新增加一些设备的话，就要自己再花一点钱。基本上它这个屋顶其实都是还算堪用的。这边，如果你很喜欢做务农的，然后又不怕跑山路的，这个很适合。超便宜。它有建地耶。就是3200坪的农地，加85坪的建地。多少钱？只要800万。好，等一下，那均价是多少？我忘记了。算一下，均价2-3千吧。
两三千很便宜耶。对啊，两三千啊，一瓶啊，两三千。可是它是山坡地啊，全部它虽然是，可是它有建地啊。虽然它是农牧用地，但是它全部都是山坡地的方。嗯，好哦。啊。这里是很世外桃源，世外桃源，离市区很远很远很远，你要开半个多小时的。很近很近的，我们也有，我们刚刚去带看过。都很贵啊，嗯，但是它近，就是离市区近的是它价钱的好几倍，啊、嗯，好几倍，好几倍。对啊，看你怎么选。嗯、对，啊，你要如果要路大条，啊、嗯，偏僻一点没关系的，哎，这里可以，啊、嗯，这边算很偏僻。全部都是槟榔园，下面都是槟榔园，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个抗性是高压电塔，高压电塔很远啊，我知道，一定会有人问，我只是帮他们问而已，这没有影响了，对啊，看得到，但是没影响。其实你们这样镜头里面看觉得很近，到了现场看，镜头里面看也不会近啊，不是，你自己这样看看一下镜头，你看，哦，哎呀，我觉得好远。我也是觉得好远，你到了现场看就知道说离得很远。但是其实它电磁波这么远，如果你消弱了。你们如果拿那个高斯计来测量的话，完全没有任何影响。嗯，对，好、哦，用高斯计测试。你们的疑虑我已经在那个镜头里面说了。那还有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没有啦，没有什么抗性，没什么。因为这边很大，好不好？哪有？至少没有壁刀吧？很多人都不要有壁刀，来山上绝对没有壁刀。好了，那没有啊，也市区仔细找还是有的。好，那就是85坪的建地加将近3200坪的农地，农牧用地啊，全部都是山坡地啊。如果你有兴趣啊，800万可在议价。好哦，请来找我。好哦，谢谢，拜托。您21号省道边大面宽啊。啊，有水有电。你说21号是算是什么？21号省道，省道哈，这是省道旁边，好、okay. 正省道旁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